记得我第一张买的唱片是 Chet Baker 的 Grey December 这张唱片。那我第一次听到 Chet Baker 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吹的实在太烂了，因为那时候我只有国中而已，其实我不知道那就是爵士乐。音乐其实会随着我们的生活经验和我们的情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感觉。我自己在失恋的时候啊，很喜欢听的某一首歌曲会让我触动我的心，然后觉得很悲伤。但是很奇妙是这首歌曲在我可能就在恋爱的时候呢，听起来觉得感觉好像好甜蜜哦，就觉得说这首歌听起来怎么会这么的好听。我觉得最有深度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叫做 My Funny Valentine， 在这里面你可以听到 Chet Baker 沙哑的嗓音，再加上他这么样有磁性的小号，完全不炫技，但是每一个音都吹到心里面的感觉。所以这次呢，我会跟女王用最生活的方式，从我们小时候一直聊到现在，其实很多都是在过去啊都没有呈现给大家的。人生的每个阶段，化成爵士乐的音符，等你一起来欣赏。